东西放进来了吗？还没。好，好，等一下呢，就是这个红箱子里面会放一些小物品，然后要让Om伸手进去猜摸一下，猜一下说，哎，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？那大家同时就可以看得到里面是什么。那我们就，如果他猜对的话，就可以增加秒数啦，懂吗？那卡哥可以讲，嗨，Om nia long zha， 哇，那男คืออะไรครับผมนะครับผมแล้วก็ลองทายดูว่ามันคืออะไรถ้าทายถูกนะครับผมก็จะมีวินาทีก็จะมีเวลาเพิ่มนะครับผมได้ครับซึ่งตอนนี้ของเสร็จแล้วนะครับผมก็จับได้เลยนะครับผมเอามาแล้วนะครับ看一下是什么呢ไม้ปัดขนไก่ครับพี่他说รู้จักครับ他说是鸡毛是刷东西的那个鸡毛毯子是直接公布答案了很多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ต่อมาครับ อันที่สองนะครับ โอเค เชิญครับ ครับผม来，我们会是什么神秘的物品呢？请帮我们上一下。谢谢，非常贴心，让大家先看一下。好，เชิญครับ我们来看一下，它会摸得出来是什么吗？因为感觉这个橘子，哇！确定是真的是橘子？春节是没送太对，他说是春节，所以送橘子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送给你啊！谢谢，获得了三颗橘子，耶！哦，也有，非常的吉祥啦，很有过年的感觉。好，那。待会呢，到后台就把这三个翁亲手送给我的橘子。愿喜愿利啊，大吉大利！大吉大利，非常棒！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三关会是什么道具呢？怎么尖叫声这么大声？啊？什么东西？要不要？那奥迪迪比我们乖，真的呢。他说：“哎，大家不要乱叫，他真的会怕。”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那会动吗？那来呀！来，来，那果吧，那果吧。蛮，他问说这敢是没哈？蛮没敢。他问说这会怕，这可怕吗？不会，不可怕，这很可爱。哦，闹，是吗？看一下，那第一集跟我们那个那个母的，哎，他喜欢，因为他刚刚说你们叫成这样，他会怕。啊，菜农闹了吧？闹哈，猜，哇，真的是农闹。既然这个。农闹都上了舞台，我们可以给农闹，我们可以给农闹一些镜头吗？两只黑欧嘛，长农闹的。哦。那啦，黑你嘞，让场你黑丢，真是你。好，刚大家都有拍到吧？还原一下，好不好？他跟农闹的互动。好的，谢谢Om，也非常的厉害，恭喜他获得了。总共多少秒数？大家知道吗？总共有40秒的时间，他来